你是我天阙的四王妃，谁敢动你？飞燕见过天阙王上，并代父王向王上问好。王妃，飞燕公主免礼。那个铃铛是极厉害的武器，早就听说飞燕这个西林飞燕公主沉鱼落雁之美，觐见别国王上，据男儿在王宫大殿之上，居然敢带兵器入内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飞燕公主请坐。天阙王上，父王先前曾传书与您，想与天阙和亲结永世之好，不知王上意下如何？父王久久未得回复，故嘱咐小王代为询问。天阙王上，您迟迟不做答复，是因为我配不上四王子吗？这楚飞燕挺豪放啊，公然示爱，这戏码挺刺激的，就是眼神不太好，他哪里讨人喜欢了？哎呦，飞燕公主才貌双全，你要是配不上我们家北月，那世上还有人配得上吗？那这么说您是答应了？当然答应了啊，能与西陵结亲，本王倍感荣幸啊。北月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父王所言甚是，可是如今儿臣已经有了正妃，那岂不是委屈了飞燕公主？飞燕公主的一番美意，小王也只能辜负了。厉害啊，这锅是要让我背啊，也太阴险了。四王妃的位置自然只能有一个，那不如你就废了他吧，愿意吗？好啊，我同意。你好了，他若是进府，你就休想再看到那把匕首了。嫁入四王府，一心侍奉殿下，如今却要被废，不知错在何处，请殿下明示啊！殿下，王上还没发话呢，你怕什么？刚才飞燕公主说的你也听见了。你是我天阙的四王妃，册封圣旨以下，谁敢动你？多谢殿下。不是开句玩笑，你这么认真倒显得我欺负你了。
不如我们比试比试。要比试啊？听闻天眷选妃有文武之选，不如本公主同你来一场文武较量，如何？四王妃入选之时便文武皆不会，如今这飞燕公主要与她比试，她如何应付得了？韩紫晴这个天阙的四王妃是由父王亲自册封的，我看已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比较了。四王子此言差矣啊，堂堂天阙的四王妃若是文武皆不会，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吗？对呀，四王子，我可听说你并未行大婚之礼，那这四王妃的位置还是得要天下人心服口服才是。王上，您说呢？哎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本王也看出来了，飞燕公主啊，对我家北岳是一片痴心的。这样，按我们天阙选妃的规定，由飞燕公主与四王妃比试一场，胜者就是正式的王妃。父王，等一下。北岳，我有一点很好奇啊，这是咱们天阙的家事，与外人有何干系？你就不要担心了啊，那即使是紫晴输了啊，也不过是由正妃变成侧妃嘛。他天天还跟你在一块儿啊，你身为王子，大局为重。哼，好个以大局为重，四王妃的名分不是你下旨册封的吗？说作妃就作妃了。你这个四王子表面看着风光，也得受制于人啊。如此便当是决定了啊，明日一早就由飞燕公主和四王妃正式的较量一下。明日的比赛啊，分为文试和武试，明天啊先举行武试。